Apple 8 Tecmo 和任天堂第二次携手打造的跨界作品《圣火降魔录无双》，很快就要在今年的9月28日于 Nintendo Switch 和 New N3DS 平台上发售喽，而且啊，还支援繁体中文的游戏内容哦。而游戏厂商当然不会放过 E3 展这个曝光的大好机会，释出了以角色剧情为主的宣传影片，大家将要跟着原创角色利安和西翁这对双胞胎姐弟，与出自《暗黑龙与光之剑》的马尔斯和觉醒的库洛姆等等异界的英雄们，一同对抗邪恶之龙，夺回真爱的王国。在 E3 树屋直播节目当中，任天堂更首度公开了实机游玩画面，与出自 EVE 的三名新角色。首先，这名女性角色神威能够使用龙人族的力量，将身体的一部分甚至是全身都化为龙来打击敌人。暗夜王家的马克思则是为了强调他的兵种祭兵，设计成任何攻击或闪避的动作都在马上完成。最后，白夜王家的龙马将会挥舞着有着雷神之力的武士刀。期待已久的玩家们，只要再等待一下下，很快的就能够实际操纵他们来游玩喽。